好痛那个人，那个小葱怎么那么痛？事实证明，兄弟们，男人补锌是关键，说明了什么？知道吗，兄弟们？给我拿一个盖的，待会儿漏了。盖的，你的我看一下。背后有件我的衣服。哦，那件衣服可以。兄弟们，说明什么？男人补锌最重要，多吃生蚝，多吃韭菜。反了。多吃生蚝，多吃韭菜。对。孩子长不高，补锌是关键。多吃生蚝，多吃韭菜。把这个我也记下来，不可以。你在往哪儿看？你在往哪儿看？这位话不多先生。嗯，我没有啥，我肯定没有啥。我里面穿的是牛仔裤哈，没有看到。这腿毛太多了，跟人猿泰山似的。哟，该刮了，快挡上吧。我平常其实也没有怎么补，就吃点补锌的锌片。来吧，来吧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我看还弄不弄响？弄不响了，你先放松。我已经放松了，我已经很放松了哈。啊！干嘛？我还没动呢。好痛！好痛！好痛！我刚碰上，你不要装好吗？好，那我不装了，我不装了。姐啊，放松。我的是丝袜绷着的。对，臭脚隔着屏幕也闻到味，我也闻到了。我隔着鞋子都闻到味。没事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你们拉一下那条筋呢？如果你痛的话，你叫出来，没事。真的不痛啊？不用忍。没感觉啊，只有点痒而已，除了痒没有其他感觉。这个缝，你是不是没找对穴位啊？肾反射区。是这儿吧？是应该是那儿。是那儿啊？但看来我的肾挺好的。就涌泉穴。可是这个袜子跟他那个脚不匹配。不匹配吗？匹配的。大概就是这个位置。你的脚太小了。大概是这个位置，但他那个肾跑到这下面去了。是吗？那你按一下正吧。给大家看这个。是啥？精油。啊。这是沐浴露吧？润滑油，我的天，润滑油！哎，你居然带润滑油？就是润滑油，蛮香的，这一款。你居然带润滑油？大家有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吗？没有。要开始往我……这兄弟，我喜欢。啊！我的肾不行了吗？换一只吧，体验体验不同的味道。弄过了啊！你看这个女人花枝，不要倒了，花枝乱颤的样子，对吧？花枝乱颤，可以，你好。我想让这个婆娘给我按。我想往你的肾反射区猛攻，正好我有那种袜子就是，哎呦，我知道，就是有穴位的那种。你知道泰国有个按摩叫那个菜刀刮。